就是这些，南校也不，南校也不是主专的，对，但南校是不是的？嗯，你什么嘛？南校是安全，对，南校如果不够用，就不是的。NASA 那边伢呢，神秘秘透露他的，澳大利亚哈，不怕所有个小车被围到，东水门都要看那个雷军哦。那些伢个农啊呢，这伢伢个农啊对嘛，路的路怎么来那讲？那个这么一群人在，偏要往山上比那呢？美利坚那样偷塞皮巴的，你妈那个不他妈从安全点蹲来的，澳大利亚呢不得了，叫现在偏来当专业出国项目过来。那对三大开放呢，不得比了。高大木昂个古路标标吧嘞。他妈的嘛，他妈跟那嘞就是第三批。那边第四个发的时候，就那路，该不得有双眼的熬小比了。六月 energy， 头脑小比了，直接路压哦，半波股就别的，再就固定了，知道不？那不就是这些？南校也不，南校很多是做初三的女生，但南校是不晓得，哎，第四个嘛，南校是安排。对，南下如果不够用，就不是了。澳大利亚 Anti Gravity Treadmill 设下有啥托古大比闹，变来单双叶雷电路度的，奥闹阿用脚三亚路那里，室内的家南下木工程雷电路度的一边，看那个雷电小家子路的转，阿个啥雷电个的库你那话电多的塞皮巴嘞。澳大利亚设下，你妈那眼转到，奥闹呢阿用脚变来单双步呢。有些路那里对，地价越来越低，电对那批吧嘞。那边的车路二点尼亚瑞嘛，东车了那个，可路西边的西的塑料个，古路被先别给吧嘞。Okay, the reason why we bring in the LTG is we think that we have facilities in Myanmar. Myanmar 那个嘛，底层的不得了，不路东车也没塑料，对不对？价低吧不？大家那边嘛，使用时间锐变，这车路二点尼亚瑞嘛吧，东车了那样，时间多不勒西吧嘞。